而且我们部位贵宾首先看到比较外围比较上层的是我们的上盖肉，那我们的上盖肉油花方面会比较丰富，它的熟度也会比较高，建议我们的贵宾稍后可以先行品尝。中间的部分是我们的乐眼心，乐眼心的口感上比较软嫩鲜嫩多汁，那我目前乐眼牛排是做五分熟，那贵宾稍后如果觉得说我们乐眼牛排有比较深需要调整，都可以跟我们的专员反映，都可以再为您调整我们的鲜熟度。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一看就知道很漂亮。看你就。那今天我们的乐眼牛排稍后先品尝原味，那会再为贵宾准备玫瑰盐，可以搭配享用。他还要再回烤一下，是不是？谢谢。